China has been the factory of the world for decades. But now, there are discussions that more factories are moving out. Are they? 据此，这个行业，我们还是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，劳动力呢，它并不是特别密集的一个产业，所以它向这个东南亚转移啊，首先它这个需求它就不是特别强烈。一般都认为是东南亚成本低，其实东南亚成本不低的，不低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效益低，生产的效益太低。我们现在很大一部分的这个中国的客户啊，他原来在中国生产，尽管他搬到了东南亚，他买的设备还是我的。我觉得中国印染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，一个是我们的品类非常齐全，我们能够做许多的印染的产品，第二方面我们的体系非常的完备，同时我们还有我们的配套设施也非常的齐全，最后我们的整个产业链高效协同，成本低，品控强，效率好，所以竞争力很强。